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老彭的产品介绍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Bobby Creative Bedbuster， 这个是适合三岁或三岁以上的孩子们可以玩的。OK， 让我们来一起来开箱。这个就是我们 Bobby Creative Bedbuster 的产品。然后现在呢，这个呢啊，当你跟我们购买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收到这个啊，你这里面就有附送这个玩法指导卡 ，OK， 里面有什么呢？让我们来一起揭晓啦。OK， 首先呢，形状对位 ，OK 哈、啊，看到吗？形状对位，看啊，啊，教我们讲形状对位喽，这是第一点。然后第二点是颜色认知，哈、啊，有这种深绿、中绿、浅绿、黄、橙、橘、红、紫、粉红，哈、啊，给我们去学习到颜色喽。然后这个是形状认知，有圆形、长方形、三角形跟正方形。然后逻辑认知，大与小、多与少、长与短。然后这个是颜色规律 ，OK 啊，看到吗？然后这是百变小人，这个百变小人是可以给他们自己去啊提升他们自己的想象能力啊，就是他们可以自己这样随意百变哦。然后后面是创意拼搭，就是可以拼一个小狗、小船、坦克、小花、女孩、男孩、工程车、飞机、火车、推土车等等的，这只是一个参考啊，他们可以做更多东西的。OK， 让刚刚我已经介绍那个玩法指导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产品 ，OK， 这产品它是 100% 全木做的，而且它的颜色是没有 toxic 的，所以家长们你们可以安心的让你们小孩子去玩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这个形状对立，看嘛，它有那些孔，然后小孩子可以，他们带我们大人以后，我们这样转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就这样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小孩子他们不一定啊，知道吗？小孩子他们会这样，他们这样。他们不会去转，说这个可以劝他们去啊，要怎样去换位思考，要怎样去转，可以劝他们的 fine motor skill， OK， 啊，然后就有三角形，圆形是这样的，圆形是这样，给他们尽量慢慢开出来， OK， 啊， OK， 它是这样开出来，看吗？啊，这是可以劝他们的 fine motor skill， OK。所以这个呢，可以让你们小孩子学习到什么呢 ？OK， 我现在一一为你们列举了。第一，可以学习到形状认知，形状 OK， 有长方形、有正方形、有三角形跟圆形。然后第二，可以学习到颜色啊，颜色你看，因为一个长方形它的颜色都不一样，看到吗？啊，然后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让小孩子学习到什么呢？啊，学习到大跟小 OK， 啊，就是大跟小是如果你们拿这个跟这个哪一个比较大？当然是这个比较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可以给他们去认识大跟小。除此之外呢，哈、啊，还可以让我们去拼搭啦 ，OK， 就是可以拼一些马，那些马、狗啊、女孩啊、男孩这些啦 ，OK， 他们可以去拼像 Tangram 这样 ，OK， 那七巧板这样的感觉啦，他们可以拼啊，啊，他们可以拼出来 ，OK， 这个他们最重要的是可以训他们的 fine motor skill 跟。啊，他们的 handwriting skill 为什么呢？因为小时候他们需要用这三只手来玩，因为他们要这样玩，所以他们才会去啊，他们才以后他们才比较容易去 walk， 比较容易去拿东西去写字。所以这个产品呢是100%全木的啊，看到吗 ？OK， 所以今天呢这个Bobby Creative Bedbuster 这里、啊、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也谢谢你们的观看。